到了我们爱买风台湾采购老手上山下海找神仙食材的系列单元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，就是这个吃起来爽口、营养价值高的南瓜，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。镰刀一割，地头顺势一折，农民以接力的方式将成熟的南瓜一一采收。南瓜的产期大约在每年的三月到十月之间，因为南瓜的适应力很强，所以在南台湾地区几乎都可以种植。而爱买在所有的南瓜产区，特别找上农民李正庆，因为他所种植的南瓜有别于其他。我们南瓜栽培一定要得到这个吉安普的认证，除了吉安普认证以外，我们还有做这个产销履历。我们把这个南瓜所栽培的经过，喷有什么时候喷晒什么农药，我们都有很详细的这个记载。经吉原普认证，对农产品有绝对的保证。农民李正庆费尽心思研究，并且种植最优质的南瓜。民众选购好吃的南瓜可是有技巧的哦。首先要看南瓜的外形，没有遭受到虫蛀蜂叮，是完美没有瑕疵。上的这个南瓜，它的皮、外皮、外观，它的这个斑线那个它比较利。就是你这个比较成熟的这那一条那个线啊，它会展开，会散开，它会变一个黄金色的，这个就比较熟的这个南瓜。由于南瓜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胡萝卜素以及多种的维他命以及氨基酸，营养师表示，南瓜可以有效防止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常吃南瓜对女性而言可以滋养肌肤，有美容的作用。南瓜的食用方式非常多，尤其是南瓜饼非常受到饕客的欢迎，一口咬下就可以感受到南瓜浓郁的香气。除了咸食外，还可以做成南瓜鲜奶冰沙，味道香醇浓郁，别有一番风味，好喝的没话说。想要买到安心又健康的南瓜当料理，当然是来爱买就买得到咯。来来来，最划算。